在舞台上呢来过这么一位追梦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张超，他来自贵州，他也为自己的家乡创作了一首歌曲。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，我们接到了很多很多贵州籍歌手的电话，他们也表示愿意和张超一起来唱响这首歌。那今天我们真的如愿的请到了一位著名的贵州籍的歌手。哎，这一位真的是特别大来宾，到底会是谁跟张超一起在咱们这个圆梦特别节目唱响那一首《我在贵州等你》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他，欢迎他。让我们欢迎著名歌手龚琳娜老师。欢迎龚琳娜老师，欢迎张超，欢迎两位，欢迎龚琳娜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，非常高兴跟张超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谢谢。我觉得更高兴的应该是张超终于圆梦了，而且邀请到的是龚琳娜老师跟你一起来合唱。对，想到了吗？之前万万真的没想到啊。导演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，当时心里面可高兴了，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有非常美丽的一个表现的。好，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龚琳娜老师，这首歌跟你有什么缘分吗？我看梦想秀的时候看到张超的这个环节，我才知道哇，最炫民族风、自由飞翔、荷塘月色全是他写的，而且这个作曲家就是我们贵州的，是我的老乡，我觉得特别自豪。我们也特别期待两位老乡在这个舞台上唱响你们的乡音。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了从贵州来的彝族、侗族、苗族的四位歌手跟我们一起合唱，给我们伴唱，还有我的乐队的音乐家，欢迎他们上台，好不好？我们想问一下神曲的这个始作俑者，你觉得神曲更多的是一种表达，是一种宣泄，是一种语文，是一种精神。他不想表达什么？你想不想试一下？试看。试一下这个神曲的神，这个精神、精气神。OK。而且今天是在梦想的舞台上嘛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要接近你的梦想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。我只要靠近你就可以。你要盯准它。盯准。对，就像《忐忑》那个歌曲最后的一个部分。哎，比方说。你必须要把眼睛盯住，然后。呆哒个呆哒个呆哒个哒个呆呆哒个呆哒个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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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呆哒个呆哒个呆哒个哒个呆呆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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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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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两个精神病吗？哎呦，太荣幸了！我希望我今天唱完这首《我在贵州等你》以后，全场的观众都会唱，都能跟着一起唱。好，龚老师，好，我们洗耳恭听。好。等到花都开了，
你和我相遇，等待如此美好你。谢谢大家的精彩演唱，好好听哦。那关老师这一次完美的合作，又是为自己的家乡来助力，也是帮助了张超来圆梦，您的感受唱完这首歌以后？我这段时间每天唱这首歌，脑子里都是这首歌，然后我希望在贵州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，我也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贵州去看看。谢谢龚琳娜老师的邀请，也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唱，谢谢我们乐队老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来掌声欢送一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。